拢有六十几派人要下降民进党，但是我甲大家报告，因主席台湾无论多一个民调，全国的民众，人问伊讲，你希望予多一个政党来执政，第一名是民进党，超过三十趴，超过三十趴，第二名是国民党，二十几派人，第三名是民众党，十几派人。所以你当然会当讲哦，第一名民进党三十几趴，嘛有六成几个人无赞成；第二名的国民党支持度二十几趴，有七八十趴反对国民党支持。民众党就更加惨，因为人民才赞成十几趴的人要支持民众党支持，所以有八九十趴的人是反对。民众党，这阵，大家讲对唔对？大家讲对唔对？所以你若用正面来讲，全国最大的共识，哪一个政党来执政，全民最大的共识就是民进党。大家讲对唔对？啊，你若换一个角度来讲，全国最反对哪一个政党来执政，就是民进党嘛，八九十趴嘛，对唔对？对唔对？